眼睛猜星宝，全部猜对了有大奖哦。第一题，这个浓眉大眼是谁的眼睛呢？ A 小新， B 小白。第二题，这双眼睛上面竟然有两个眉毛， A 风间， B 正南。第三题，这双看上去就很帅的眼睛是谁的呢？ A 吴建先， B 凤凰赤羽。第四题，这个是个漂亮女生的眼睛了， A 皇后丹玲， B 小妖。第五题，这双眼睛看上去很有煞气的样子， A 灭战神阿多斯， B 要战神达达西亚。第六题，这双眼睛里面好像有星星哦， A 大小姐， B 孙尚香。第七题，这双深蓝色的眼睛下是海洋的世界， A 海之王艾瑞克， B 冰之子伊森。第八题，感觉像灯泡一样的眼睛是谁的呢？ A 赛罗奥特曼， B 迪迦奥特曼。第九题，这双眼睛是款情侣皮肤， A 莉莉安， B 杰西卡。最后一题填空题，这个有点难了，把你知道的答案填在评论区里吧。